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娃娃，我是魏如萱。今天在我的旁边有一个人，他是我的 keyboard 手，他是阿基。大家好。他平常讲话才不是这样，他其实平常很 你管我 对，他平常是很容易很在舞台上面很容易把人家逗笑的。对，但今天我们比较震惊，因为今天我想要聊的这个东西跟陪伴有关系。哦，对，你对于陪伴两个字，你首先你会先想到什么？陪伴哦，就是，动物，因为动，会不会？因为你之前也有养狗狗。哦，对啦，就是一起住在一起的某种生物陪伴，那你把妈妈放在哪里？也是陪伴，陪伴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有时候那种很孤单的人，就是即使身边有宠物，然后即使身边有家人，他们还是会觉得孤单。我觉得孤单是一个很难说、很难形容的东西，那是在心里面一个黑洞。哦，对了，的确也是很多这种人哦，好。有时候不知道他到底在孤单什么的那种人。对，可是有一些人，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像在汪洋里面，他们就会想要有，你真的不知道他需要什么，但可能他只是想一句话，或者是一个笑容，可能就可以把他从黑洞里面捞起来。我们今天不然我们来唱歌好了，反正你琴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真的，对啊，干嘛演文白就准备好了。对，就是在《藏着并不等于遗忘》专辑里面，在专辑里面，就是在还没有制作专辑的时候，我其实就已经有一首歌，就已经想说，算是蛮很早很早之前就已对，经在准，TICC，那时候有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对，有这首歌。有这首歌，所以那我们就今天就是简单版，只有钢琴，只有 keyboard 的陪着你。委屈就是斑马线。
茶，陪着你张开翅膀。好听哦，很简单，可是很有力量。然后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常常看到有人就是会写歌词，然后 tag 我，他们很喜欢做自己的太阳，你就能当别人的光，就是这句话。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心里面遇到有一些事情他们都不想说，因为现在的人都觉得啊，不用啊，大家就是这样，对，不用麻烦人家，我就自己好啦，就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其实朋友是很重要的，其实朋友就在你的身边，我觉得我们要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把自己很那个很脆弱的那一面表达出来，我觉得就是朋友都是很互相的。好，所以我今天也要谢谢阿基来陪我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晚安，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力量，对，做自己的太阳，你就能当别人的光。晚安，拜拜。